我再挂一张，再挂最后一张，再挂最后，我再挂最后一张，别急别急别急，别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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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。哎，这个是，我是36，对。这样我来最后一张，最后一张我就下播了，我就下播了，不急吧，不急，等等我。上面有个我不认识的符号，这个符号是我又中了20吗？可以可以。这个硬币是什么意思？看一下。但上面号上没有硬币，帮我研究一下。什么？可以全刮完再下播啊？你们不着急是吧？我再刮一会儿啊，别急。我再刮一下，我再刮一下，我再刮一下，马上刮完了，马上刮完了。我再快一点，不耽误你们吃晚饭。哦，这边又中了，这是硬币，就是中奖了。哦，我刚这张也中了，这又中了个20，好，两张了，40。你们买彩票花多少钱？很多。40、47。这样吧，我刮一张，你们帮我对一张，这样更有效率。来，快，快帮我看一下，看看。来帮我看这张，快！不是刮上瘾了，就是我他妈中一个比20大的。